王老师讲课时用的古玉高清图片是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拿故宫博物院的东西讲，怎么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无所谓。你是不是刚来啊？无所谓，无所谓。你是不是刚进来啊？还真的吗？来，你看这个真的假的？你说他的假就假啊，我不和你抬杠。看他青色的自然过渡，看他土是兔咬的自然现象。砂锅的没包浆，有包浆啊？怎么没包浆？你看不像个真家伙，真假你说了算啊。但是我是拿着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给大家说事儿的啊，没事儿，你说假就假，他又不会说话，对吧？我看到这个砂痕了没有？凹下去的啊。看到古代砂痕的特点了没有？短的、乱的、浅的、杂乱无章，这个就是有丝毛雕。来，我再给大家放大放大看一下，是不是一小坨一小坨接起来的？是不是没有长线？没有那种犀利的东西啊，崩边没有崩边，是坨儿切出来的，不是崩。下个礼拜二再给大家讲崩口好不好？